好巧。对啊。好吧，我帮你放。放那边 OK 吗？嗯。哎，你最近还行啊？嗯。很久没有见了，大概五年差不多了。差不多吧。那你现在还行哈？工作。还在之前公司工作。开始吧。系安全帽 ，OK。好，那我们就出发。因为我不知道王教练他实质上有跟你讲什么。可能要注意的事情啊，所以我就想到什么，我就告诉你什么该注意这样。我们之前不是都会去那一间餐厅吃东西，对不对？之前这边不是还有一栋一个透天一排吧，然后打掉了，现在都打掉了。原本会做这个也是那个 Debbie， 就是 Debbie 嘛，就是那 Qmo 那一个，我们之前认识的那个教英文的那个老师，他介绍给我。你之后开大车，你记得你回转的时候，你要看到，你要算你车的长宽，因为像这样子。那个帮我开一下，对，开一下。四轮他不是住这边，去年还是前年我去找他，然后我们那个时候不是还有在这边，就是有一次你心情不好还是怎样，我陪你。那你现在还有交男朋友吗？没有。你呢？哦。我们等一下就是等一下前面那个路。Okay， 好。记得拉手刹，打 P 档。换你。你调一下那个椅子的，你先细没关系。那你调一下，会调吗？这边有一个可以拉的，这边有一个杆，这有个杆子可以调。然后这边你要调这里，这里是那个椅背 ，OK 哈，不会太近。好 ，OK， 它会自己往前来，走。好，哎，对，这样，好，慢慢踩回刹车，慢慢踩。好，哎，你这就是震太大力了，慢慢刹。好 ，OK， 这个比较好一点，但是还是有点太震，再往前。好，加速。好，你现在往左道切。好，我看。好，等一下。好。有，我现在在新市五路三段这边。有还是有让他开了，好，没有没有，好，好，等下再转过来，好，拜拜。还好吗？还好。然后就传照片给他，然后跟他交代一下，他其实 OK 了。嗯。哎呀，不要放在心上。之后可能就不是黄教练来教了。不是，之后就不是我了，然后是黄教练要回来了，对对对。那你呢？我教不就抢人家饭碗？我之前开车不是开很烂吗？不是常常出车祸？对，真的很常。然后想不到我现在在做教练。
差不多，我等一下还要去处理公司的事情。好，那就走咯，我先走。下次约吃饭吧。好啊。好。偷我，不然我扣你也可以。好。OK。拜拜。拜拜。